讲说，哎呦，你不错啊，你没有，你可以出院啊，对啊，你怎么没去报？哎，我说什么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他分手了。你看，你一个心爱的女生帮我煮水饺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啊。哪一种人不能在加油站里面打工？油腔滑调的人。你就不一样的感觉嘛。今天要表演的又是这种夹会夹坏的东西，又是这种，但大家拭目以待，拭目以待。这个东西看得懂才会觉得好笑，看不懂就会觉得高处不胜。你先把丑话讲在前面，丑话讲在前面了，先打预防。来，那就咱们就直接来三猪平反表演，来 ，Yo， come some of the music。DJ 收的，对，有有有，哦，这个是油，是油。哎呦，喂喂喂，你们在干嘛？这个地板怎么这么脏？平常没有教你们吗？拖地要用什么拖会最干净？用力嘛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。上次。你的 end 已经出了，最近有点衰。有一个道士跟我讲说，我卡到音，背后有个灵。这么我说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控天灵。你上一次我喝个烂醉，我说服务生，你有没有可以醒酒的东西？结果他拿给我什么？账单58000。他的屁股，吴子棋，邓子棋。豆腐乳，邓腐乳。胡志强，大家好，我是前台中市的胡志强，志强号。林，林家女孩，大家好，我是林家女孩，林家龙。谢谢大家。哎呦，看不懂，那你觉得到底是？我跟你讲哦，哎，地板，你这个叫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笑感动片。哎，好用力哦！跨界西短后卫啊，跳开他串，这个不够喝酒，导致我们就笑出来了。他是那种心酸的笑。哎，你一边表演，我都一边在跟少文讲，哎，少文你不要生气，不是在噎你哦。我也很少闻北半圈，我告诉你，北半嘻哈就是让大家开心，嘻嘻哈哈嘛，快乐，嘻嘻哈哈，嘻嘻跟哈哈，对对对，后面录影的如果没有办法让大家快乐的话，今天录到这里就好，对对对，有，哎哎。这个讲真心话，嘻嘻跟哈哈还真的是好朋友，真的很好。那个事情你跟朱老师讲，就是有一天呢，因为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，然后有一天嘻嘻死掉了，然后呢，哈哈就去嘻嘻的这个坟前，坟前，哎呦，然后就讲了，嘻嘻，我是哈哈，你死得好惨啊。后面有杀了那蜘蛛，后面有点忘记了。死掉的是哈哈，对不对？然后西西说：“哈哈哈，你死了。”对，相反了。西西，我好难过，哈哈，你死了。没事没事。大家好，我是最爱好自由的射手座，爱好自由。常常有人问我说感情运怎么样，我说这个一路上呢算是顺畅，因为一路上都没什么人。喂，没有啦，不可能。
不塞车，不塞车，找不到人。苗子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 Sandra Bullock？ 山卓布拉克，是是是，那漂亮的女生有没有？她以前拍的老的电影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哎，她那个电影叫做《新郎不是我》。哦，有有有有有有，有没有？就一个哇，每天要换女朋友的人，然后最后竟然爱上她了。但 Sandra Bullock 要去嫁人了，她苏格兰的时候遇到一个苏格兰穿那个裙子的男生，家里很有钱，然后好吧，嫁给他吧，就这样订婚戒指一戴。哇！结果呢，这个男的等到他嫁人的时候才发觉，天哪，真的，原来我的世界不能没有他。哇！对，对，所以新郎不是我，那他只能怎么办？唱那首歌，假装说他要当伴郎，然后就去当，然后去搞破坏。哎呦，用这一招。到最后，那个男的知难而退，跑回去苏格兰了。然后婚礼当中没有新郎，跟新郎最接近的就叫做伴郎。哎呦，趁虚而入啊！哇，这也是厉害的一招。当天晚上就性感睡衣了嘛？啊，这么快？而且山卓布拉克他不能当皮条客，为什么？因为山卓布拉克他有他的坚持。明白明白，陈妹这笑话有感觉吗？有加分吗？我觉得很好笑。有中有中，有中有中，好笑柄。对，然后最直接的方式表达，好吧，就是凯蒂，及时行乐，及时行乐，爱要说出来，可以嫁给我兄弟吗？好，直接就处理了，是啊，处理处理，对啊。好像没有这个意思。好，哎呀，就是对了，总不好说赶快嫁给我吧。哎，做球做到这样，你太废了吧你。好，错都没有。各位，小钟哥这一辈子认真对凯蒂说一次话。可不可以？哇，你不要有这种邪心的包袱。认真认真，小钟哥认真认真，真性情。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？属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我是属于你的。魔术你没看到吗？什么什么魔术？什么魔术？我变得喜欢你了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油吗？沙拉油。哦，你讲对了。你怎么称呼？对，帮你，帮你哦，你真的帮我们很多。那你觉得他算是没有私底下会没有朋友的人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觉得我是个花心的人吗？应该不是吧。那你觉得他呢？诚实讲，一二三。肚子饿了吧？但是你给小钟哥面子，对啊，你给他面子，我就给你面子，面子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他还帮忙，有没有人送过你花？男生女生都有。真的，你确定？嗯啊。我可以送你一朵花吗？白痴。旭东，怎么了？好险有他在。不然超尴尬。这些都是变给女生看的。我没给你看也有点尴尬。对对对，钟哥，你真的要看那个，你有看那个罗根吗？就那个金刚狼。我最近比较常看到大根。不要一聊。直接放弃啊！我真的不能一聊。都大瓜牛，跟小瓜牛。大瓜牛每一小时走一米，一米。小瓜牛每一小时只能走0.1米，在一个铁道上面走10米，目的地是10米，走走走走走走，大瓜牛速度比小瓜牛快10倍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小瓜牛体积小，它不容易掉下去，只要滑下去就要重新再回头来走。请问两只瓜牛谁先到达终点？
这题我放弃，太难了。举那么快，你光辉先生，因为题目提到一半，我得开始挨。会掉下来，是是是，没办法，没有，我是故意要强调内容，让他们更清楚。邱医师，邱医师，一起到达。哎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小光牛站在大光牛的背上，没有没有，铁轨不两边不一样啊，两边。你要选择大光牛还是小光牛？那我就选择小光牛。小光牛，这不可能。那我选择大光牛。好，哎，这样一定有个人对。两位的答案，那有没有黄翼鸟答错？就是已经会有火车开过去，对不对？因为如果你是光牛的话，就不要走铁轨。我要。宪哥，我要考你。哎，一个钟头再走一米、十米，十个钟头挥一枪，呜！碎掉。那我可不可以出个题？对不对？我出个题，好，大家猜，哪一种人不能在加油站里面打工？油枪滑掉的人。无意池子里面有五只鱼，有一个神镖手，射飞镖神镖手，飞镖射过去，有几只鱼没事？这一题我知道答案，两只。来来来，错，知道答案。有几只鱼没事哦？什么答案？三只，三只。对，因为某个感冒的。三只好。三只鱼闪镖。闪镖，不要讲名字是不是？太痛了。OK， 好。请问有一只马。是哦，它移动在沙漠上，而为什么没有留下脚印？哎呦，哦，因为它骑脚踏车。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，请问什么刀最长？好，什么刀最长？什么刀？什么刀？刀最长？哎，屠龙刀。为什么？因为屠龙。你开坐轮椅，你不要坐轮椅，因为他脚废了。脚废了，脚废了，脚废了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知道我属什么的吗？还不知道。我属于你。你们一定以为我是神经病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有一次那个。神经病的院长哦，在墙上画了一个美女，有没有？哦，第一号病人哎去报，笑死人了。笑死。第二号病人一起去报，只有我没有去报。哎，院长说：“哎呦，你不错啊，你没有，你可以出院啊。”对啊，你怎么没去报？哎，我说什么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跟他分手了。你笑到就严重了呢，神经病。来，各位同学，老师今天跟你介绍有一位学生要来我们学校唱。特别的课，我们欢迎转学生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 ，Smile 哦。不要看我年纪大，我是长得比较老而已。其实我跟你们年纪是一样的。老师贵姓？我姓李。李啊，李老师是自然课的老师。哎，对对对。那你知道很热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灯？为什么要用灯？对呀、啊，很热的时候一定要用灯。好。要不然怎么会叫做登革热呢？歌手里面最五音不全的，冬眠嘛，冬眠的两张唱片。我一出生是音乐人，我从学校毕业，我第一份工作，很多人误以为我就在节目制作单位，我是在唱片公司。我本来是真心的想要当歌手，后来老板说我的歌声不是问题，他说我是长相的问题。老板，好，那这几年来，你们听我唱歌，好像他那个技巧有在，好，但是那个音质不好，这个宪哥就一定有同感啊。你们现在听宪哥20年前在唱歌，哦，那个声音哦很干净。没有，我现在也很干净，现在脏掉了，没有。我现在加进去的是所谓的沧桑。男人是岁月的痕迹。在什么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挽回熟悉的寂寞。啊，副歌了，好，来来，是不是？
你把它唱完，你把它这个你把它唱完了，是不是？你把它唱完，再把你那个几十年前的再把它剪过来对比一下，马上就有分别了啦。真的有差，真的有差，因为人呢声带它是越来越老化，对，老化它就变粗嘛。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一行就不断在讲话，要讲太多话了，对，所以喉咙很伤。为了带欢笑给大家呢，结果牺牲了自己的喉咙，所以导致我们都阴道发炎，就是。老师，你是什么血型？我 B 型。你不是 B 型。我怎么？你是方形。不然你怎么这么正？头到尾都在撩老师。你好，我是立冬。没有立秋吗？哦，这些妈妈很幽默哎。哎，幽默，我欣赏这种。那怎么啦？冒昧请问一下，女儿目前贵庚？贵庚十三。十三，你要找女朋友啊？对，我的脸上写的这么明显吗？再去呀、啊！好了，是立冬哎。哎呀哎呀，会很冷哎。讲笑话哎。摊开那个他要的条件，我是好像都还蛮符合，是吗？哪里？除了赵又廷，赵又廷是有点夸张，但是因为我妈就觉得我真的像。哦，对。那你唯一怕被选中的条件就是只有像赵又廷这一点，对啊，其他都不看呢。经济稳定、孝顺、幽默，有啦，然后你又会哄人，精壮，我讲哈，从你人就没有来以后。就已经是一个闹剧。精壮其实我也有，一个男生精不精壮？伏地挺身20个，预备。等一下，预备一个女生哦，一个男生精不精壮看手臂就知道。好，真的吗？你看，你看又在搞这些，不是说不搞了吗？搞笑，还在搞。你都几岁了？而且我跟你讲啊，我这个人选哦，你如果喜欢我越来越久啊，哎，你就会越来越爱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北动的代表。为什么？然后呢？爱你越久，我越北动。什么啦？撩妹三式，第一式叫做口头表示法。雨辰，请问一下。你是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错，你是我的代表座。啊，对，就是要这样，就是要这样。你是什么血型啊？O 型。错，你是没有我不行啊。哦。现在天气有点变凉了，你知道现在几度吗？28度。错，现在是爱你没法度。第二式叫做学习表示法，这是一个。目前世界上公认最难的一个数学算式，你知道答案吗 ？X 是5 ，Y 是，为什么你知道吗 ？I love you， 掌声鼓励。最终一次叫做这个道具表示法，璎珞，璎珞，我找你找的好苦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御前带刀侍卫，富察傅恒。你知道我这一把是什么刀吗？什么刀？来，念出来。来困温刀。来困温刀，好走。好笑的，你不能把在这里演过的都拿到那边去演。最后一招，为您介绍2018最新脱单神器——灯令天子灯，只要放在女生的手上，问说：“请问谁谁谁是你的真命天子？”是的话，真命天子灯就会亮。权志龙是我的真命天子吗？没有，表示你们目前还没有缘分。那你问一下。好，那不然勉强一下，你问一下我好了。邓立冬是我的真命天子吗？亮了，这么明显。道具啦。张立冬，全子龙，张立冬。好，就靠这一台，好不好？真命天子灯推荐给大家，谢谢。我觉得我再爬上去哦，我应该要
因为我本身有高山症。你什么时候有高山症？真的。哎，高山。真的啦，我也有啊。那一年我记得发生在我17岁那一年。你在掰啊？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在掰啊。然后我那天要上学的途中啊，呼吸急促。哎，你们学校在高山上啊？没有没有，因为那一年是我高二要升高三的时候。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我的家真的一点都不脏，我脏的是我的人性，我姓张，我姓张，我啊，怎么讲一点话嘛？刚才话很多，你还好吗？脸绿了，哎，你钥匙，哎，你那个钥匙，钥匙掉了，钥匙掉，他真的知道要互动的就是钥匙掉，来来，玉婷，玉婷。还有拉拉，现在很危险，现在可以发表一点这个证件，真爱表明。拉拉你好臭，我们在录节目哎，拉拉真爱表明，走心哎，陈默真爱表明。不是，我真的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联谊，而且你看哦，想要这种结局。不是，你看我加这么多水饺，我们可以一起包水饺，你那么多柳丁要干嘛？对呀，柳丁是真的妈妈寄的哦。啊，水饺你看那么多，你看你一个心爱的女生帮我煮水饺，就是我的女主角啊。啊，这样没办法打动你，怎么变？我再发表，现在讲一个。可以用一下，但是怎么样？你只给讲给康哥听。好了，你知道模范生啊，为什么容易被绑架吗？这是六年前就听过啦。真的吗？对呀。你讲，你上我讲过那个。对呀。啊，有一个人叫小刘，然后他一直呢不找工作，然后妈妈就问他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找工作，让自己忙一点呢？为什么？然后他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一找工作，我一忙起来，大家都叫我小流氓。”哦，有一个人叫小龟，小龟，小龟最怕什么运动，你知道吗？小龟，他最怕篮球，哦，因为小龟只要篮球的时候，大家就说快投啊，小龟投，小龟投。那你怎么都会讲这种？差不多15年前我听。现在你小龟投，太糟糕了。那你本身就是很可爱的女生的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怎么样可以提升你可爱的程度吗？来啊，都来了，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哦。什么意思你知道吗？因为这样就超可爱的，还有笑，你貌俏。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台南人。哦，我是台中人。很近啊。近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就坐隔壁而已啊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所以你喜欢听我讲笑话就对了。对，你可以撩我吗？啊，撩一下，撩一下，撩一撩，好啊，撩，还是要撩你了哦。妹妹啊，我本来有抽烟的，但遇见你，我就不抽烟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我心不在焉。哦，没有很认真撩，没有很认真撩，撩得很敷衍，撩得很敷衍，然后撩得敷衍是闭眼睛的。不然你撩雨谦可以吗？我想一下哈。哎，看你们没有话聊。不是雨谦，你觉得你是一个有毅力的女生吗？算是是不是？我也算是一个很有毅力的艺人。那你敢不敢跟我一起比一下毅力？要怎么比？就是尬一下毅力啊，敢不敢？尬起来。好，那我就决定尬毅力哦。哦。尬毅力啊！太厉害了！我在找一条路。哦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路。路路吗？不会吧！我乱讲的啦！我啦，我乱讲的。我以为讲的是师傅教我的，我以为是别的啦，不是，他讲我很烂的梗啊，他以为你们会说什么爱斯特路什么的，爱斯特路火车路，然后不是万宝路，我在找我的露露，这样子就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练好久。身为一个撩网啊，就人家破掉你之后，你立刻立刻燃烧，然后再伸出一个撩鱼无形。哎，我就说，哎，丰田你也知道，我也在找一条路，什么什么路？我的林小路这样。没有机会了，马上林小路。林小路。